带你们参观我的美国公寓，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好奇美国公寓到底长什么样子。那今天就让我带你们看一下。首先，这是我们家的大门，那大门旁边挂的是我的瑜伽垫，因为我一个礼拜会上3到4次的瑜伽课，挂在门边很方便，我出门的话就直接拿了纸就走。那这是我们的鞋柜，就在大门旁边。那基本上这是我跟 Michael 一人各一层，可是因为我鞋子越来越多，所以就被我霸占了。那在鞋柜旁边的话还有一个储藏室，大的外基本上外套全部都挂在这里，因为出门吧外套拿了就走。那外套上方就是放一些杂物，像是擦手指啊、纸巾的一些。那衣服下方的话基本上也是杂物，要放一些鞋盒，因为可能之后搬家会比较方便，只要需要装起来的话也会比较好携带。然后有拖把，还有吸尘器。储藏室往右转就是我们的走廊，在左手边的话可以去调温度，像暖气或者是冷气都是在这边调的。那再继续直走，右手边是厕所，但我等一下再做介绍。那我先介绍我们的走廊。我们走廊的话有放一个椅子，就可以方便我们在穿鞋子的时候可以坐下。那椅子下方的话就是有个盒子，那都是放狗东西，像是它牵绳啊，还有湿纸巾，带你们看一下。像湿纸巾，为什么要放湿纸巾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出去散步的时候很脏，那回到家的话就可以帮它马上把脚擦干净。那还有放一个就是可以挂外套的，我们通常都会把常穿的外套挂在这里。那基本上都是我的外套，因为我外套真的很多。那这边还因为多出一张椅子，我们就是放我们的包包。走廊右转进去就是我们的厕所。那厕所里面我最喜欢这面镜子，因为我觉得它很大，它超大的，给你们看。上次看好像还好，可是它实际上真的很大，让我很喜欢。那在台面上的话就是有牙刷、洗手乳、洗脸的卸妆油。那这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洗衣服，所以这个的话我们是通常放在洗衣机的缝，地板的缝中间。那再回到洗手台 ，Michael 的发胶、牙刷，这个是漱口水 ，Michael 说还蛮好用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。然后这是敷脸的，然后还有一些脸部清洁及保养，还有头发的保养用品。就我常用的话，我就会放在这边，因为这样也比较好拿。那这边有个大柜子，那就是放一些旅行用的啊，或者是一些浴室的用品。可是我们还不需要，我们就是先这个里面。那这个柜子下方还有另外三个柜子。这个柜子的话也就是放一些保养品，像是面膜啊、乳液这些东西，可是我们不太常用，那我就会把它收在这边。那第二层的话就是女性用品，它还有一些泡澡的东西，那这也是我洗脸的东西。那我觉得他们柜子做的还蛮好，所以我第三层其实是空的，我没有放任何的东西。那再过来的话就是放一些浴室清洁用品，那就大致上是。那往后转就是我们的浴室。浴室的话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没有放做一些可以让我们放置瓶瓶罐罐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还要再去 Target 去买这个东西，那可以放我们自己的东西。那我有点不懂的就是说，这个浴室已经很小了，然后它也有做一个像是坐的地方，那已经都快要占了浴室的1/2，所以我觉得有点麻烦。那我也不太会做，所以我觉得有点不懂它的用意是什么。那在门后方的话，就是洗衣机跟烘干机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厨房，还有客厅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。
厨房的话，右手边就是现在冰箱，然后喝水的话我觉得很酷，想要跟你们介绍，它在这里面，这个，然后是已经过滤好的水，然后这平台，而且我觉得就这个厨房很棒的就是它有很多的柜子，这边一个两个，然后那边也有，那像是这边的话，我们是摆放餐盘还有碗，然后这边的话是调味料，然后下面的话有锅子什么的，然后也是油啊、米啊，什么 sink。那 sink 底下的话就是放一些洗碗巾、洗手乳。一些清洁类的东西，这是 Michael 的红酒区，那下面的话就是他的酒杯，还有一些比较烈的酒，那这边的话就是放狗饲料，还有他的零食，还有我的蜡烛，那这是我平常吃饭的地方，我很喜欢这个平台，因为它在下面的地方还有充电的，所以就很方便，不仅可以吃饭啊，还可以在这边用电脑写功课，然后做很多事情。那这是我们家的客厅，客厅的话当初会选这个房型是因为在面向这里的话可以看到海景，电视就放在靠窗户的地方，所以有很多自然光，可以就不用开太多的灯。那沙发还有 Michael 的钢琴，电视底下下方的话，我们也都是放一些遥控器，还有它的 controller， 还有一些就杂七杂八的东西。那这一个格子的话，就是放他的游戏，还有一些桌游，还有一些我们私人不太想让人家看到的东西。那这是狗狗的家，上面的话就是基本上摆他的一些清洁用品，还有一些大便袋子，还有梳子，还有擦他的那些毛巾啊，都放在这边。然后这是这一整栏都是狗的玩具。接下来要带你们去参观我们的阳台。其实我蛮怕我的相机掉下去，只是想让你们看一下有多高。这是13楼。我们当初选住在这里的话，是一个很方便，不仅有海景，然后你们看到了很有名的派克市场，就在我们家附近。再来是带你们介绍我们的房间，这个娃娃是我从台湾带来的吉吉娃娃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其实这边还有一只，他们是一对的。往右边看就是我们两个很喜欢的地方，已经很久没有家了，可是我还是一直都很喜欢这里，就把我们两个之前去过去哪里玩，然后写给彼此的明信片，还有拍的照片，我们就会放在这里，还有一些机票啊，就觉得好像是我们两个的记忆的角落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就是我的化妆台、梳妆台，然后我还想要跟你们介绍这个灯，这灯超好用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它这个就的话就是开关，然后这是换灯，还有让灯的亮度、灯的强烈度。那给你们看它可以换哪几个，所以第一个的话是黄灯，然后再来是白，然后还有再更白，而且你可以调它的亮度，像现在是最亮的，那就可以按键，它就慢慢变暗。我觉得是很好用，推荐给你们。我在 Amazon 买的，而且也不贵。再来就是我们的walking closet， 左边的话都是我的，右边就是 Michael 的。那我放包包，还有一个镜子在这里。上面的话就是都放杂物，或者是比较少用到的东西。那
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衣服。那接下来再带你们去我们家楼上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里好像有点太无聊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像因为我是住在 apartment， 那他们就会很多一些公共的设备，像这间的话可以当做会议室啊，或者是写功课的地方，或者是可以请朋友来然后租约的地方。下一间叫做 library， 就是提供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书。我蛮喜欢这个，因为很安静，然后很快乐的感觉，好像就没有人会发现。然后这边的话也有一个小小的健身房。这个房间是一个大房间，但是也可以分成两个小房间。那这一边的话是不能煮饭的，不能开火。但是这一间的话就有，那它也有什么小冰箱啊，在下面啊，微波炉还有烤箱什么的。然后在这边办活动也很方便，而且也很漂亮，也有很漂亮的风景。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，如果愿意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是分享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想要看其他的主题影片，也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拜拜。